是常常。常常今天要干嘛？我要做好听章。因为上次在文具店买了一组，对不对？嗯。在妈妈超费文具那天，她买了一组这个。对。那她有附一个糖纸、一个印章，还有一些这个我印章的材料。这个漆的，它的形状是粉红色的。它的形状是爱心的，对，它的形状是爱心的。一直讲成粉红色是怎样？然后这个是之前妈咪在淘宝买的。你要确定是在淘宝买的？淘宝在哪买的？有可能在虾皮买的。哇，好漂亮！是憋死强迫症患者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放做紫色系，你只有一个紫色。不是，我到底是要做粉红色色系还是紫色？可以了，看起来，好美，很会做。哇，你看，可以了。嗯，姐姐选了珠光色的，好久。要放这里那边。哇，蛮漂亮的，美。好，我要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下一个要做什么？我想做黄色的。拜拜，那你我先想一下。记得我这个色系做过了，可是在 beautiful。哇，你做好好圆，好美啊！感觉适合淡色，可以。哇，看到这个晶晶的就想到 money， 他是 money， 去 K 唱的 money 耶。不要这样，是这样吧？去给。白色真的是都快被我们用完了，叫妈妈买 一罐这么一大罐的白色，不然我们都不够用。看起来漂亮，文青眼睛吗？看一下，哇宝宝，你觉得我等一下要配什么颜色啊？真的想不出来可以配什么。哇塞，你下面太黑了吧？你到底有没有擦？你下面那么黑，真的哎！你等一下印出来绝对会有泡泡。可以擦。你要压，不然。不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这边就会有一个塞。哦，有。会不会太少？嗯？会不会太少？不会。嗯，不够用。然后再做绿色的。好看。姐姐是万圣节配色。一棵圣诞树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狠。你还说很丑，那你还要？哇塞，好帅哦！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对，还行。嗯，刚好现在十月啊，要万圣节啊。嗯，好歪哦。因为万圣节是月底。嗯，我班有万圣节，好像。是啊。啊，这个已经卡住了。哦，没有，对不起。没错。那你放借我看一下，哦，蛮好看的。我复习在那玩。但考前应该是没有作业。嗯。我想把你牙齿拔掉。嗯。或者是断考后都不会有作业。嗯，今天没有穿爸爸的内裤。爸爸的内裤，因为一件校服跟爸爸内裤图案完全一模一样。
我好像放太多了。你看它里面更美。绿色也蛮好看的。对啊。可是我就是不理解，为什么每次倒完之后，汤匙里面明明就比较美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我们顾频道已经有拍过火麒麟了，但是观众还是一直叫我们拍。那我们就不再拍了吗？我是想说，很多人都拍过，我就有点懒得拍了。做粉红色的，对。再做一个粉红色。哦，跟红红有点像。这个教父是可以拍的，教父马赛克。那观众说，晨晨在玩，怎么没有露脸？姐姐这衣服那么明显，这样看，哇，是他小虎。接着往噔噔噔噔，好看，好看呢。好看的，开心颜色。你放粉红色，这也是紫色，刚好是绿色的，是吗？嗯，我来找一个。哦，这个是黑红配色，褐红配色，是不是有点干掉？他本来就会这样，留到后面他就会这样。对啊，你怎么那么干的感觉？那就不了解。对啊，人太小了。其实你要在衣服用多加一点。好看。好，好看。要帮我擦，要帮我擦。爸爸帮我擦一下。帮我擦一下。他可能有大印章、小印章了。大印章可能五颗、六颗吧。哪里？我没看到。真的哎。我头发烧到。好臭，就是这种味道。看。头好像也烧到，然后这个真的要小心，小朋友烧到头，来，你看，啊，这个真的要小心，你看，你刚刚烧到头发，好臭，头发边，这里啊，你看这里，烧到了 ，Q 起来了，你看。怎么办？对，我找到了。这里。我觉得玩火麒麟这样头发可能要绑起来。你去绑头发。哦。头发要烧断的。傻眼。这里有种种头发的残渣。等我去绑马尾了。待会绑头发要烧掉。烤焦味道。嗯，这蛮漂亮的。哇。粉红牛奶，那个粉红牛奶，草莓蛋蜜汁，哎呀，哇，这蛮漂亮的，有点马尔蒂夫的感觉，地球的感觉，啊，对，对，地球，好圆圆圆，才刚说圆，然后你就给我一颗。看你看的 cookie， 继续做下一个。cookie， 这是六颗。做好了。这是猫猫。最讨厌我做失败的作品。这猫猫我看的，颜色看起来很清新。对啊。如果做成那个饮料，饮料应该很好喝。对。太多次数。天哪，天哪。天哪的，其实这次做的是芋头牛奶。嗯。芋头蓝莓牛奶，紫芋冰沙的感觉。姐姐，为什么你每次倒的时候都可以做那么圆呢？姐姐用比较多，你用那么少。姐姐用比较多，然后它溶解的比较完整。对啊。你就拿起来就赶快倒了，如果拿起来可能隔个五秒，它就可能会有点凝掉，倒不太出来。超美！哎呀，来不及了。
这个是晨晨做的。那后面全部都是龙吗？那是彤彤做的。今天做的都还蛮好看的，我蛮喜欢彤彤最后做的这一个。这个迷彩我颜色蛮喜欢，可是它边边有点瑕疵。我最喜欢这几个。对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这个。我最喜欢这些。万圣节风格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姐妹放学回来吵着说玩火漆印章的影片啦。而且没有还要继续玩。我刚刚给妈妈看的，妈妈都说超级美。真的。